멋있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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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 멘트. 달라비. 这位来宾，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可是又很紧张。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距离我上一次访问他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了。Oh my god！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一直没有再访问过他。你想想看，那心里是有多紧张？但是你私底下已经遇过他好多次，相处下来应该跟20年前不一样。私底下是私底下，可是正式在节目上以主持人访问来宾是20几年后。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淡啊，因为20几年前小时候不懂事就可以乱问一通，可是现在已经就是长大了，我希望让他看见是我是一个 professional TV host， 因为我在他面前私底下都是一个那个小顽童小可爱，所以我今天希望就是专业一点，他会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 I don't know， 我现在好紧张哦！我刚才还因为要访问他，跑了3次厕所。Oh my god！ 你就知道我压力有多大了，你们知道应该猜得出来是谁了吧？知道。让我们郑重欢迎我的 Hume 巨巨叶先生。你好，好帅，好帅，喂喂喂，什么名字舞蹈？ 我要看，谢谢。I have to explain， 我必须要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要那样子。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到那个他们家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姐夫偶尔就会在那边放音乐，然后只要一放音乐，我就会这样 ，Hume， 他就说停停，然后我就这样，然后 You will dance with me， 对，Hume， 停停，什么意思？然后确实是要出发，不是？那我有个问题，那什么意思？斗牛？那时候大 S 姐她在旁边是什么表情？就是安静的吃饭，因为我们俩发疯，他们都很习惯了。对啊，所以康普有没有觉得很痛苦？对于我这种疯狂的行为？아니 너무 재밌어요. 막 흥이 막 올라와요. 那 为什么一天到晚骂我神经病？ 对，那神经病이라고욕해요。你给我가르쳐준말이그거밖에없잖아。他说就是你只有教我这句啊。有这吗？你教的？我有教他别句吧。啊。没有。没有吗？我爱你。我爱你，当然我爱你。我不是这种爱。저는 그런 사랑은 아닌데요. 骗人。 请，永不先坐下来啊！你是因为每次骂完我之后就会说神经病，然后就啪，然后他打人超痛。他不是收力的那种，你们看到？有，他在啪啪。对不起，请坐，请坐，请坐，耶！好，有他，有他吗？哦，好。大家好，我是光头曲启念。我今天很高兴来到我的。 我的小意思的听听的节目，我的中文结束了，很标准哎，很标准哎。胸部是什么时候练的？刚刚的，刚刚背起来，刚刚就背起来了吗？对对对。那你问胸部啊，还记不记得他几年前被我访问过？24年前嘛，对不对？24年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24年后再上我的节目。 觉得我是有不一样的风格的主持人吗？哦，너무예뻐졌어요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胸部好会说话哦，很棒哦，漂亮。然后我跟那个胸部介绍一下，对面三位呢都是那个很喜欢胸部的我们的班底，是韩竹、张宇还有米亚基。等一下，我们肯定会时不时的，就是发出他们对胸部的疑问。主要胸部呢，其实来台湾已经住了多久了？지금 1년。 怎么感觉已经很久了？저도听听이랑뭐이미24년전부터알고있었기때문에，所以就感觉就是你好像很久了嘛。嗯，맞아요，맞아요，저도。所以24年前为什么他是爱上我姐而不是我？五位哦，五位。
왜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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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왜
所以当时分手的时候，他有没有痛苦到爆炸？아근데제가제가책임못지고헤어지자고한거기때문에희원이가그때부터저를싫어한다고생각했어요他要打之前，他有没有觉得要打吗？会不会就是他会立刻挂掉还是什么的？당연히있었죠그러니까뭐안받아줄수도있고희원이가제가전화하는게실수일수도있제실수일수도있으니까你刚才讲，其实那通电话接起来的人是我。뭐아닌데不是啊，笑而不答。那我想问，小 S 在家里的地位到底怎么样？就是真的被女儿踩在脚下，还是是怎样？딸들을되게사랑하는것같아근데그딸들이엄마한테괴롭히긴하는것같긴하더라고요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好像小孩也蛮会折磨你的。근데다받아주던데，你都会接受。다받아주던데。我常常在他们家哭到不行啊。맞아맞아有有吗？都是。근데애기들없을때근데애기들있을때는안우고애기들이제가면울더라고就是小朋友走了之后，你就会在他家哭。小朋友在的时候，你都不哭。什么画面呢？因为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委屈被气到啊，可是要忍住啊。然后他们一走，我就会跟小朋友说：“永不，你看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赞。他们就是韩文的干杯了。你哭的时候，永不是怎么安慰你的？就是很大力的说：“哎，没关系。”他又是打。因为那个我的永不呢，来台北已经住了一年了。是。可是目前我。得知他好像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李九哲，还是因为他上我们节目，我跟他说我的姐夫，他说哦，那我们可以约吃饭，他们就真的有去吃过一次，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韩国人，对。然后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介绍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朋友，嗯 ，Rick and 燕福，哦，还有郭燕福，对，三个朋友，是不是算少 ？Rick 啊 ，Rick and Rick and 燕福，对对对。他目前只有三个朋友，所以我们节目呢非常贴心，是，就是要在节目中帮姐夫介绍新的好朋友，是，让他在那个台北的生活更多彩多姿一点。那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每一位那个想要跟那个姐夫做朋友的人都可以，大家可以找找看他跟永不的关联在哪边。好，那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想跟姐夫做朋友的 Roger。哇！你好，这副好找哎，你跟有什么关联呐？嗯，就他是光头。你也是韩国人吗？没有，我台湾人。你是以粉丝的心情来见当年的偶像吗？对，你跟俊俊当朋友的话，你想找他一起做什么事情？就如果他还喜欢跳舞的话，哎，干嘛干嘛？你会跳舞吗？舞蹈老师？哦，对啊，我是舞蹈老师啊。你是舞蹈老师哦、喔，对、啊，是的。猜一下舞风，猜一下舞风姐。Old school 啊，算是。Old school 是那种脚那种在那那种，对不对？就比较擅长叫做 house。House 很帅哦。所以你希望可以跟姐夫一起跳 house。就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先跳，然后如果那个胸部想要救你的话，随时，好不好？来。哦，当然，当然。Roger， 你今天准备了一段 House 的表演，对不对？没有哎，没有。所以就是，来听你们听音乐就知道了。哎呦 ，OK OK， 欢迎 Roger。House 老师 Roger in the house。还有，哎呦，哦，哎，酷龙的歌吗？是吧？哎呦，跳舞，跳舞 ，You can do it， come on， fighting。
哇 ，OK OK 啊。好，那谢谢 Roger。第一位介绍给那个 Hyun Bu 的朋友算是成功，是因为就是其实跳舞就是不需要讲话，对，他们俩你看一上台的 Body Language 一样，那开心的氛围就来了。对，好，那接下来第二位跟 Hyun Bu 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欢迎图杰。你是戴假发对不对？甩一下确定没有掉。你好，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S 姐好，大家好，姐夫你好，你好，嗨大家。看不出来是什么，所以你也想跟姐夫做朋友，是不是？姐夫改变了我们家，我觉得他对我改变你们家，对，改变我们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有机会可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来这样。哎，听起来很严重哎，是好的改变，是好的改变，是好的改变。好，我要讲喽。之所以今天有机会可以来，是因为我弟现在他也是一个光头。我希望后面有很感人的反转哦。好好，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先讲，你说他本来已经秃了，后来他干脆索性剃掉，是不是？有一点小，有一点小秃这样子。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他非常的烦恼，就开始有一点自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可以理光头，也是有理光头很帅的人啊。然后那时候就拿了姐夫的照片，你看。多么性感，就是酷龙的照片吗？对，然后我就想说，你看光头也可以非常性感啊。然后我弟就接受了，他就说那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弟他的人生第一个光头剃下去是我帮他剃的，我就帮他开了那一条中间的高速公路。嗯，对，然后剃下去之后，他就这样跟我讲说，姐，光头好像跟颜值很有关系，就姐夫做可以，我好像不行。所以发现是丑的、啊。所以你弟现在是但我弟丑光头吗？现在是丑光头。我觉得我站在电视上面这样讲他好吗？对，他现在就是丑光头。姐姐不要看，但他后来真的我们在将近快要一年，他快要当光头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对，所以满周年，对，满周年，光头周年庆，所以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就这一年才发生的事情。他现在真的还是光头，然后就继续很喜欢，他就继续维持下去。哎，其实那今天讲完的话，其实应该是要找你弟来，我们找你来。好实在哦！我们找他姐姐来讲他弟弟如何成为光头。等等，因为既然。刚刚 S 姐有提到说，她来到台湾就是比较没有交到朋友，也比较没有出去玩。那她会去我们家附近爬山，就附近一个人，好孤单。有的时候她回那个走进家门，我说 Hyun Bu 你去哪？她说上中文课，就是都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我就觉得说，但是有人，因为爬山不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爬，就很危险了。对。真的吗？一个人呢？我可以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旅游 YouTuber。然后我是真的走透台湾，不是只是说而已。我去年去徒步环岛，走了49天，1000多公里，所以我很会走。那个就是你呀，就是我，对，就是我本人。所以如果胸部的话，你想要带他去哪里玩？有一条在就是新北这边的自行车道，然后那个自行车道的隧道呢，很阴暗。很阴暗，进去会发光，所以大家进去有没有进去里面的时候，不用担心有狗仔会偷拍他，他也可以跟着大 S， 或者是跟着他的新朋友，就在里面。但这个是车子可以进去吗？自行，它是自行车道，可以走路。会不会有危险呢？会看不见。哦，在这里面还有很神秘的生物，有蝙蝠在里面。所以他就可以一路听到啾啾啾的蝙蝠声，然后一面感受一下大自然。那胸部会想要骑脚踏车在西园去这个隧道吗？里面有蝙蝠，感觉很可怕。그렇습니다시원이는박쥐이런거별로안좋아할것같은데我觉得我老婆应该不会喜欢蝙蝠。再给我一点机会，失败，不好意思，失败，已经结束了。再给我一点机会。可是因为第一个景点他不要。等一下，但是这个自行车道其实是知名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洞口的地方的时候，会有很漂亮的这个倒影跟水池，这里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愿不愿意？怎么样？就사진만찍으면될것같은데
okay. 还有，我觉得他对你的介绍没有很大的热情，没有很大热情是不是？那不然我们再换一个 style， 好吧，我们再换一个就是台北的夜晚 style 的生活这样子。OK， 因为他平常的时候他就是 DJ 嘛，都是在比较嘈杂一点的环境一些些。然后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呢，是在台北市区里面的秘境，他是走一个比较达利的风格，就是一个很浮夸的感觉。一走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种很像欧洲文艺时期的时候的那种书店感。但他接下来推开门打开进去之后呢，别有洞天，其实是比较偏向欧式风格。是一种异文的感觉。这是咖啡厅吗？还是什么？它是一间餐厅，可它很厉害，复合的是它晚上的时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音乐秀，所以可能会有现场的 live house， 或者是也有一些爵士乐。OK， 要在那边好好学。所以那个胸部会想要带我姐去这个地方吗？这个意味深长。以我对我姐的了解，她一定会说，嗯，可以请他们不要吵。对，每个人喜欢的用餐环境不一样。我很了解我姐嘛。是。哎，但她的模式不是吵的那一种，她是那种可以享受音乐感觉，对，很像以前的沙龙的那种 feel。要去吗？胸部？我姐会不会生气啊？多让个唱的。我跟你去可能比较像。你们对蛮合适，你们可以听音乐、跳舞、啊、喝点小酒什么的。不是，那不然姐夫除了爬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娱乐？再让我尝试看看。骑脚踏车。北海岸呢？北海岸那边的自行车道。你是说叫他从家里骑到北海岸哦、喔？可以吧？都是那种公路车，两个小时吧？可能至少要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如果从家里骑到那个很漂亮的地方，要三四个小时，大家愿不愿意？저혼자면갈수있을것같은데。可是我一直很想知道，那如果比如说像他们去约会，都是去哪？会去哪边呢？哦，그냥뭐저좋은레스토랑같은데。我먹는거좋아하고，因为美食，맛있는거좋아해서。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美食，想要带胸部去吃。有一次是我跟我一朋友，然后约胸部和我姐，然后我们就这样对坐，然后想说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聊天。对。然后胸部跟我姐两个人就到现在还在演那个韩剧。就是比如说你是那个胸部，对面是坐我和朋友，对，然后他们俩就是这样。无视别人的存在。哎呦！喂，喂食吗？有喂食。天哪！然后就假的，完全没有跟对方对话，哎，真的有在乎食物吗？这个过程有在这样，就是这样，他们就吃，然后这样，맛있어。听听，좀만이해좀이해달라고왜냐면내가20년동안못다한사랑을지금하고있으니까이해달라고지금在家都在演韩剧，但是你看把那段演出来，你回去会不会被大 S 又骂一顿？不会，因为就是他有说就是讲真实的事情，因为他们俩在家也是这样子啊，就比如说我妈我啊，我跟我大姐小孩什么的，然后只要我姐一出现，然后就立刻就你知道韩剧最红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对，一开始你知道，对，我跟你讲啦，伯承，是西弟，因为那时候他们俩就是刚开始很好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只要一这样，我就会说 You are my destiny， 你自己帮他们唱 ，Every day 演韩剧，对不对？She sang song for us。到现在还在演。经过这么多年来，然后现在从头再谈恋爱，会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年轻嘛？就是已经觉得现在的岁数跟以前，感觉会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好像就是一个年轻少年的那种谈恋爱的感觉，然后身体又变得很好。哦，기분은진짜로20년전으로돌아갔고요그리고이제제가여기와서좀더젊어진것같아요시원한테기를많이받아서因为我姐平常在家闲的没事干，就会把她的脸当成实验品，就是面膜啊，涂什么东西啊，头皮保养啊之类的。哇！哎，我想问，那如果平常姐夫都是带大 S 去哪里约会？除了吃饭，有没有比较正常像户外的地方？好像有去逛过街吧？
啊，쇼핑很久很很很久一次，有逛街，有逛街有一次。因为我姐是一个很喜欢待在家里的网购。哦。네희원이가희원이몸이좀약해서많이못걸어요그래서 是因为这样吗？不是吧？李姐姐就是不喜欢出门吧？虚弱，出门啊，你要小，她是懒的吧？身体很好，应该不是虚弱吧？应该不是吧？讲的好像我姐重病一样。小姐夫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夫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他真的就只能一个人出门，是不是？啊，그런건아니냐그런건아니냐应该是用错词汇了。他是因为姐姐在家里都是很柔弱，你知道，他那个胸部出现之后，我姐就更加的，就是她以前还会就是自己去弄个什么东西啊，倒个水喝啊什么。可是自从胸部出现在我们家之后，她就躺在那边说：“俊俊，别给我趴。”然后那个胸部就会立刻去，然后那个准备那个三明治，然后还有牛奶。然后我姐，我就想说，那她会坐起来吃吗？然后我姐会坐起来吃吗？보통은앉아서먹는데어쩔때는너무피곤하면그냥누워있고내가밥을이렇게먹어줘요有时候是会坐起来吃啦，但是她说她真的很累的时候，她就会躺着的状态，然后就一口一口喂她吃。哇哟！애기처럼이게자면서먹어요자면서如果是饮料，是不是你先喝了，然后再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有吗？一定有这样过吧？哎，还不就会吃？有这样子，有这样子，对对。好，那我知道我的切入点了。我觉得他就是他一个人去运动跟户外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陪伴的时候。没有，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失败了。胡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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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位置了。你没有任何，谢谢。你弟弟甚至比较有机会。好吧，那等等我 Q 到我 Q 我弟。你如果带丑光头出来，他还可以，还可以是不是？他还可以安慰他。好，我再send照片给他，让他看一下我弟的照片。我们这样看的。姐夫本来就是谈恋爱就走这个路线的嘛，就是这种暖男路线，还是说现在对大 S 才这样？그저절별로그렇게뭐제가로맨틱하다고생각해본적은없어요근데희원이만나면저절로그렇게되는건가他说：“我现在这样回想起来，我以前好像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属于浪漫的人。但是我真的是遇到了大 S 之后，我才开始主动的想要做这些事情。欸”你在翻译的时候会不会很想吐？这太这太恶心！就说我确认他之后就。对不起，对不起，你这好难以启齿。好，那我们还有一位是要那个介绍给胸部当朋友的人，是。那我们大家也可以来找找看，他跟胸部有什么关联性哦。让我们欢迎小懒爸。哎，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好。弟弟是光头吗？现在是假发吗？老婆是光头。小懒就是我儿子，对。哎，你等等等等等等，你讲话的语气与那个口音，对对，而且不是台湾人。对我也是跟姐夫一样，住在台湾的韩国人女婿。哇，真的？对对。哦，내가유튜브에서본것같은데。哦，真的吗？진짜요？유튜브에서본것같은데。예，好像我在 YouTube 看过。우리에게한적있죠유튜브。哎，맞아요맞아요。讲过我们的故事。친구랑，네네，哎，동생이랑。哦，그러니까。哇，什么人？今天最有关联的人出现了。是 YT 吗？你有啊？对，我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专门在讲什么？其实我是分享，就是我跟台湾太太的台湾生活的影片。然后有一次，他就是这个故事，有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分享过，就是跟弟弟聊这件事情。是，对。然后他刚刚说有看到那个影片。哦。所以他说他看到你的影片，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开心，超开心的。而且那支影片是你的 YouTube 里面观看最高的一支，是吗？对，所以我要真的很感谢他。哇。他帮我增加不少的订阅。所以你是等于是蹭他们的热度，是不是？我不好意思说，对啊，你蹭他们。哎，他是蹭姐夫。啊 ，OK， 我都 OK 哦。我觉得他的那个讲解是温暖的，是温暖。他是跟他弟弟一起 share 说，哎，这段故事这样子。我也是一个韩国人女婿，对，更有感觉。你来，你来，你来住多久了？大概六年。六年了，那你中文怎么变那么好？
有认真读书，有认真读书。介绍一个好办法学中文比较快，因为他已经来一年了，可是他会的词汇好像还没有到非常多。嗯，因为他跟太太关系太好，没有吵架的话，进步比较慢。你要教的是什么？小撇步。我中文进步最快的方法就是我刚来台湾刚学中文的时候，就是我跟太太用中文。有的时候吵架嘛，那就是真的吵，我真的吵。那我的中文不好，那我怎么样都赢不了他。嗯，然后我每一次吵架完后，隔天我上中文课，那老师会说，哎，你今天态度特别好，就是对，要认真学。所以就是跟太太吵过架之后，所以这个方法姐夫愿意使用吗？아그난싸우는거말고다른방법으로한해야죠就是不吵架，哇，他绝对又甜了，绝对不跟我姐吵架吗？싸우고싶지않은데요，我也不想要吵，但是你逼不得已，但是是你老婆吵跟你吵是不是？还好我们就是刚就是刚交往的时候，就是比较文化差的部分，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样。嗯，啊，现在是还好，我也是跟太太关系很好。嗯，那你觉得这六年下来，你觉得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有可以先？给姐夫的建议，我跟台湾人结婚，台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想跟姐夫要讲一件事情，还是他要接受，是什么？台湾不是每一个女生，但是可能是我看到的，台湾女生煮饭不好吃，煮饭不好，有搞错，台湾女生是会煮饭的，我妈妈煮饭很好吃，我煮饭超好吃的。不是每一个女生，我觉得，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新一代的女生，新就是没有，不一定会煮饭，他只是说他太太煮饭很难吃。你纯粹就是想上电视大抱怨他一波，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太太煮饭多难吃啊！哎，我太太煮饭东西都有一个一些血的味道，就是因为她没血菜的味道，她都会切到菜的手。有时候吃到手指啊，是没有到，但是他就是常常流血是真的，所以我跟他说，哦，我今天来煮饭，那我说哦，没关系，不用谢谢，这是他套路，这是套路。你讲这个太生活琐事了吧？对呀，不要浪费钱。可是我姐姐有煮饭给胸部吃吗？好像都是胸部煮。효원이가아니아직은없어요所以他愿意跟这位小朗爸做朋友吗？我괜찮을것같은데요감사합니다와한국음식점도많이소개받을수있고你可以介绍给对对对对对啊，可以来我们家吃看看我太太做的饭。你不是说很难吃了？怎么了？而且会吃到手指头。好，恭喜姐夫又多一位朋友。谢谢小朗爸，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刚刚那个我们不是一直那个在夸奖说小朗爸中文很好，对是。但是其实。我的胸部呢也很努力的在学中文，要不要试着讲讲看，现在有没有新学到什么？说中国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其实你觉得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喜欢你啊！啊，跟我告白？哎，你是我的小椅子，小椅子，小椅子，我最爱你，小椅子，你也没有别的小姨子，就只能爱你。对啊，啊，我什么？还会什么？还会什么？这个还是说他有没有哪一学到哪一些中文词，他觉得很让他觉得很困难，很难用，分不清楚之类的。啊，그럼뭐사십뭐저거스스스스哦，绕口令吗？四只，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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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难了吧？这一般人。중국말이이게그뭐칭주하면주坐坐坐坐，啊，请坐，请坐。坐가너무많잖아요이게뭐성에따라서너무발말바뀌잖아요그게너무좀힘들어坐坐坐坐，对，哦，不喜欢。如果你们说我慢慢的，我可以听得懂一点。真的吗？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话讲慢，慢，不然你们问他一个问题，慢慢问。不要翻译。好，那我要问姐夫。慢一点。姐夫，你50岁之后谈恋爱，跟年轻的时候太快了，太怎么那太快？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吗？其实我觉得，怎么好像？其实我觉得慢慢的。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骗过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一听到他这么口语的讲出来，我觉得，哇，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后面就没了，当机开始转圈圈。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好用的，这个起手式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这里不一样。那里，你说这里吗？那里是这里是什么？我膝盖。二十岁的时候，嗯，我觉得爱，我觉得爱是。我不知道。Body language， 综艺摔是跌倒的，这是一种综艺摔。小时候的爱是不太成熟的，跌倒的，疯狂的，是要跑的。好，我哇，好难哦！你还要考？你还要考？超简单，简单的，非常简单，简单简单。姐夫，你想要介绍什么？韩国明星朋友给小姨子，我想介绍他，给他，尤佳熙，我试试看他跟他，能不能 match 见面啊 ？GD 可以吗？见面吃饭，吃饭，见面吃饭，吃饭啊？你觉得刘在熙？是说真的吗？他真的会请我吃饭？其实我觉得，真的、啊。你怎么觉得？觉得什么？太好用了吧？其实我只是太好用了吧？其实我觉得，我这好像，其实我觉得他想跟你吃饭。真的。所以不是客套话。他是不骗人。不骗人的客套话，他是不是听不懂？유재석은항상진짜진심으로얘기하는사람이에요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讲客套话的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你越来越多嘞。开玩笑，开玩笑。哇，还有开玩笑，开玩笑，对，还手还是这样，开玩笑，开玩笑。Natural 的出来了。对对对对对。我想问，哎，我要问，你要慢慢来。你的头发，对对，都是自己剪的吗？对对对，我头发自己剪。多久剪一次？每天。啊，每天。每天。对对对。你们会不会想要摸他头啊？会，因为这样说不可以吗？要摸头了。要摸，我可以摸你头吗？对对对。可以摸啊！可以，哎，请坐，这样。哎，他真的已经没有那个毛囊粗粗的。你摸啊！什么画面啊？好多。这已经没有。已经没有那种磨成，你还摸，可以吗？很舒服，因为已经不会吃的那一种，已经的感觉，很像一般的皮肤，好像已经有那种。那我摸摸看喽，杰斯玛要不要摸摸看？而且他在流汗，是那种呼吸的感觉。哎，没有办法当朋友也可以摸吗？不要这样转了，不要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当朋友也可以摸吗？不行，是不是？摸他，你摸他可以吗？胫骨，胫骨吗？胫骨，胫骨，胫骨，可以，你可以用韩文问他。괜찮을까요？네맞아요맞아요아그러면은그형한번좀봐요형한번만져주세요뭐어떻게예요저기이말을한번네这样，这一种交友仪式吗？我知道，是不是小老伴？你们在韩国那个兄长敬语，就是长辈什么那个制度，前辈跟晚辈的那个分级很重。其实我现在不好意思摸。所以我们这样突然叫你摸一位这么前辈的头，是很没礼貌的事，是不是？如果在韩国，可能等一下再错手被他骂。开玩笑，开玩笑的，对对对，我相信他不会的，不会吗？不会，相当于。我想问你，就是巨炫在韩国很红吗？超级，当然，因为他在台湾很红嘛，对，在韩国也是，当然，超红的吧？他们的歌是，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呢，就比较早期红的，大学的时候，还现在，如果跟朋友们去唱歌 KTV 的话，还是会唱的那种。哦，一起玩啊，对对对对，跳啊。所以你
最会唱他哪一首歌？怎么唱？저의인기보다저저여기대만분들에게저의인간성인을대해서한국사람도어떻게생각하는지네그거좀얘기좀해주세요왜냐하면네네네너무오해하시는분들이많아서네인기가중요한거예요红不红不重要是不是인기보다인간성에대한그죠그래도当然啦当然所以他的人品在韩国也是很有名的嘛是非常好因为他其实在韩国已经当明星那个很久了很久的明星但是在韩国没有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就是没有听过看过他的不好的小新闻负面新闻对对一次都没有发生所以他的印象就很好而且韩国人都觉得他结婚是一件很离奇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们都觉得他应该一辈子不会结婚对其实我也这样子想过你们都这样想为什么因为已经太久很对很久了对对所以他那时候结婚是几乎全韩国人都替他开心对对很开心的都惊讶的惊讶跟开心好酷哦对 对, 对好谢谢谢谢小朗爸谢谢然后你知道我的胸部啊有人有多好吗怎样他除了对我姐好之外他对我也很好然后他对我妈也非常好全家人都照顾到对因为有一次那个每次我妈生日我们就顶多就是给红包啊送花啊什么的然后胸部竟然连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妈生日那天他就突然说妈妈然后他就放了一个影片然后因为我妈也是那个追韩剧的迷他当时最喜欢的那个韩星是车仁彪不知道你们认识认识大长发应该知道吧小朗小朗发这不是中文听不听得懂的问题是你是就叫错了你就叫错了怪怪的开朗发怎么样小朗发你认识车仁彪吗车仁彪哦有有认识对是不是也很红在韩国也是红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请车仁表录了一段 video 说而且他还讲中文哇车仁表在那个影片里面说徐妈妈对不对对对对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我是车仁表然后大家就说 Oh my god 车仁表本人而且还讲中文然后我妈当场就泪流满面然后就啊嘟怎么了其实这样 很用心哎对啊对근데다행히내가인표형을좀 아는데은근히다른분을이렇게원하시는것같아서제가좀다음에도할수있을지모르겠어요他说因为很幸运的是他刚好认识车仁表所以他可以去就是拜托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妈妈后面喜欢新的对象或者是要求其他对象的话不认识的话下一次有没有办法一样就会再考虑姐夫说姐夫我很喜欢那个孙喜九就是演那个出走日记然后我就是说你快点去帮我跟他那个就是认识一下对我常常烦姐夫这件事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귀찮은게저그렇게많은사람들을알고있지않아서제가네리빙시엔아병원이는어렸을때친구긴한데저희小时候是朋友录影片录影片冰冷冰冷恐流恐流烦人呢나안본지너무오래됐어所以他在手上没有巨星了아비지훈이친구친구아니뭐그렇게가까운건아닌데좀이게좀你问他为什么要埋藏这件事？隐藏吧，埋藏埋藏是物品吧？저럴까봐我就怕你这样。隐藏是对的。你귀찮게해왜이렇게？你为什么要一直烦我？来台湾第一次动怒，现在你为什么要一直烦其他人？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烦其他人？他现在在生气了。나는귀찮게도되는데걔네들왜이렇게귀찮게？你可以烦我，但是你不要一直去烦其他人。你约他出来，我也没有烦他。新的里程碑，他做好朋友啊，但他做朋友不行吗？其实我觉得，哎，不过我想要让他现在看。他认不认识这个艺人？撑住 ！Catch me fire！ 记这个了，你看，果然要懂的人，他怎么一拍就知道？怎么知道？哎，그냥뭐약간你看，要再生他没有？还有，你看，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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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巴迪，巴迪啊！鸡血梗 是那种啊，这样哦。I 比较。She never trust me. 看起来很像，很像吗？怎么可能？轻易全自容，应该有这样子。更低了。你骑摩托车，你现在是不是有自信了？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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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他知道这个吗？太娘了。GD 抓痒。아니다 GD가 여기 공항 가면 공항 가면 난 이런 거 所以如果 GD 看到他的话，是不是也要是很恭敬的说那个前辈？啊，너무좋아하죠사진도사진찍어달라면찍어주고그래요又隐藏，他藏很多人，没有谁没有输。아니걔도착한놈아니나는그냥한국의그냥선배님이라니까저는那我只是在韩国只是一个前辈，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这么乖巧的孩子，你个可乐哥吧？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这样。他好不容易隐藏了一年，真的，今天被揭穿了，完蛋，每天都被烦。该不会还 BTS 如果遇到他的话？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好，今天为了那个迎接我的胸部，势必要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哦哦，迎宾曲。我啊，你看看你那个 G Dragon 那个权志龙，什么时候被人家一眼一秒认出了，然后还说哎，真的像。真的只有胸部 ，OK， 所以你要好好报答他吧。OK， 我平常是我不会跳舞的。많이추던많이추던데여기서봤는데프로그램你被劫持，胸部会跳舞，他会看电视。你骗人！你骗！其实我觉得，就来表演看看。巧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其实我觉得，其实你的条很厉害。
谢谢谢谢。我们那个爆米花有讲究的。怎么说？咸甜各半。雍不喜欢这段表演吗？其实我觉得他跳很好。可是我不懂，你干嘛唱那首歌啊？哦，因为想到那个大 S 姐，就想到转角遇到爱啊，遇到爱了啊。他那段有没有觉得莫名其妙？真的很觉得，因为我觉得。那突然撒爆米花，他有知道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你们一起了 pose 啊，插技啊，一个，对，我姐姐说她反应会比较慢一点。让我们郑重的欢迎国民好友 Akira 桑。ですか？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どうして？まあ皆さんにお会いできるのと、あとは僕台湾でバラエティ番組見てるの初めてなんですよ。はい。因为他可以听到大家，所以很开心。然后是第一次在台湾上综艺节目。哦，初めて。初めて。初めて。哦，很荣幸，很荣幸。快看です。光栄です。はい、もう僕も光栄です。很荣幸。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有双翻译吗？三方都可以有小小的日文沟通。哦 ，OK。然后后面那个是倩谷，对不对？嗨，倩谷是真正的翻译，然后 Pack 是我们的班底，可是他的日文非常的流利，然后可以直接跟我们讲说那个意思是什么？对，阿 K 桑讲了什么？然后我自己也会就多少し那个日本語。日本語。嗨。い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か？あの私は可愛いですか？可愛。魅力。本当に？はい、本当に。我と林志玲どちら綺麗ですか？林志玲。虽然你日文拉茶归拉茶，可是关于林志玲的事，他是不会答错的。今日はちょっと緊張ですか？あ、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きました。はい。他很期待，非常期待。很期待。あのお土産を持ってきたんで。他要带一个礼物来。はい。给我吗？あの僕の写出たばっかの写真集なんですけども。他的照片。はい。写真集。写真集。哇！哇！あとあの僕の嫁の。好好。あの。再去。你跟输了。因为他送了我他的写真集，然后还顺便送了林志玲的书。态度也差太多了吧？林志玲，我们同摸他几，同摸他几，哎，同摸他几。然后翻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听说帅到爆。看一下。哇！你看看他的腹肌，看看他的腹肌，怎么会帅成这样啊？对啊。为什么要结婚呢？いやもうそれはどうして素敵な奥さんがいたからですね。因为他遇到一个很棒的老婆。可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像他就是一个超级大偶像，然后在日本这么受欢迎，然后这么帅，这么多女生喜欢他，他就甘愿就真的步入婚姻吗？どうなんですかね。やっぱりまあ運命と言いますか。はい。命运。哇！所以老婆好吗？いやもうパーフェクトですね。完美。哇！不要讲客套话啦。そんな建前言わなくていいって。OK です。はい。生完小孩之后，的志玲有变得比较邋遢吗？でももともとだらしないと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もともと本当に僕もチーリンもすごく普通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あの多分皆さんがびっくりするような私生活といいますか、だらしなく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普通にやっぱりどこにでも商店街にもいますし、2人で子供をね、あの順番に面倒見ながらラーメン食べて、準備でラーメン食べて、なんか普通の生活してるんでね。过着很普通的生活。
也不是邋遢，但是就是很平常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像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一起去商店街，然后吃拉面，顾小孩，吃拉面。除了拉面，不能吃苏西吗？苏西，苏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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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说非常好吃。我是说智玲会做菜料理吗？もちろん。は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です。美味しい。本当に？はい。台湾料理もそうですし、日本料理も作りますし、はい。いろいろとこう凝って。台湾。那他生完之后有变很胖吗？でもそこまで変わってはないですね。もちろんそのそういう育児といいますか、その子供が授かってからは少しは。体型は変わったりもしますけども、そんなに基本は変わらないイメージですね。はい。有小孩之后，其实有稍微发福了一点，但是发福一点，一点哦，真的，词汇有些相关。很，no no no no， 他说没什么变，有稍微对，可是还是很漂亮。对对，基本因为我有听过，他觉得没有太大变化，其实。那像他那么完美的男性，敢在大家面前做鬼脸吗？僕あの一つ特技があってマジックできます。他会做一个魔术给大家看。魔术，魔术，そうです。はい。Magic。見ます。嗯。哦，有线。嗯嗯，没错。こういうのもやりますし、はい。这种的也会。これは初めてやりました僕。第一次做吗？第一次。第一次。他现在有很后悔吗？多分これからもっと後悔しそうなこといっぱい起きそうなので大丈夫だと思います。暂时先不，他觉得后面会有更多后悔的事。因为刚刚那个是魔术，我说的是鬼脸啦。変顔久しくしてないですかね。因为像智玲是绝对不做任何鬼脸的。智玲は絶対変顔やんないから。嗯。あ、じゃあ僕もやめときます。他也不要，绝对不行。一緒にダメ？一緒に。我嗯。啊，じゃあどうぞ。一緒に。一緒に。不给的。你要刚刚讲是真正的鬼脸哦，很丑的那一张。はい。一、二、三。はい。じゃあ次行きます。Three, two, one. 呢？一二三，一二三。你数还我数 ？You count or I count？ Yeah, yeah, count. 一二一二三。哇！还有吗？丑！真的吗 ？Oh my god！ 丑！丑！丑 ！Oh my god！ 真的？你丑吗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嗯 ，OK。OK。是不是在耍我？是不是在耍我？哎，我不会讲，怎么讲？心机很重。大変顔したよね。見えてなかった。あ、大丈夫。心机很重是不是？他一定是装帅啊。哎，不过他就是这次来台湾，然后有喜欢很喜欢台湾的什么文化啊，或什么之类的。啊，台湾の人たちはもう、まあもちろんいろんな人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り温かい。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ね。あの皆さんが、台湾人都很温暖，他觉得很喜欢。嗯，因为他现在老婆智玲就是台湾很受欢迎的那个艺人。然后你觉得他觉得台湾的女生跟日本的女生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女性の違いですか。でもなんか台湾の皆さんってちょっと欧米に近いと言いますか、あの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あ、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で皆さん勇なんかすごくいろんなことに挑戦して勇気がある、うん、だからすごく日本の皆さんも決して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例えばライブとかステージやった時に歌いたい曲があったら台湾の皆さんみんな歌う、あ、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でも日本の皆さんはちょっとシャイな感じは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是不是说台湾人比较热情，然后比较 open mind， 对，然后比较勇敢，会去尝试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在办演唱会的时候，可能台湾的人知道这首歌想唱就会唱，可是日本人可能想唱还是有一点 shy， 有点害羞。でもこの前のそのメイデーさんと一緒にステージ上がらせてもらって、
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した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りその時僕たちラストクリスマス、ワムさんのラストクリスマスをカバーしてやった時に、みんながその曲流れた瞬間にみんな歌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はなんかすごく温かいというか、すごくオープンマインドで素敵な、やっぱりスタンス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ね。上次跟五月天一起表演的时候，他们播到 Last Christmas 这首歌的时候 ，Last Christmas， 啊，说的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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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ですね、はい。まあ本当にだから今でもこういうシャウエスさんもそうですし、すごくまあこれテレビですけど、なんかすごくオープンで素敵な。就觉得台湾人可能跟 S 姐比较像，就是会这样突然打一架。没有啦，我是疯子比较特别一点。脾气改了。可是他上台湾的，上我的节目跟日本的节目会有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どうですかね、台湾の番組はあまり。家であまりテレビつけないので、その違いがどうかちょっと難しいかもしれない。今日の番組とか。今日の番組ですか。うん、と日本のバラエティ。日本のバラエティも実はあんま出ないんで、でも基本はそういうの似てると言いますか、一緒か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ね。因为他本身比较少看电视，然后他也很少上综艺节目。他在日本很少上综艺节目。对，他本身很少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那个国民好友阿基拉桑，我一直要叫他国民好友，你要不要跟他解释一下？因为在我心中只有一个国民姐夫，所以我特别帮他取了一个更好的啊，国民好友啊，好友是 for everybody， 姐夫只有一个啊。你今天讲的超不顺的，你都还要顿一下，国民好友。好，那他这次来台湾，应该也有很多人请他吃台湾的好美食吧？嗯，自分が好きなのは我喜欢麻辣鸭血。麻辣鸭血要很辣吗？乌骨鸡，乌骨鸡，乌骨鸡，嗯，药药膳的乌骨鸡汤。因为我就访问过好多日本人，他们永远都说小笼包。哦，你那你那是你对小笼包是不是？小笼包的意思。嗯，对，小笼包。对，麻辣鸭血跟乌骨鸡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初めて聞いたんです。麻辣鸭血と乌骨鸡。そうですね。台湾に来て、僕ももちろん最初は小籠包とか、あとはルロファンとか。ルロファン。みんな全部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他に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ろいろと探したときに、まあ臭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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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ライして大丈夫でした、OK でした、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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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でたまたまお店に鴨の血ヤーシェがあってヤーシェの鍋を食べたら美味しくてハマりましたね。然后刚好那家店有卖鸭血，他也试看看，也很好吃。也都爱是不是？那几乎台湾的食物他都可以接受吗？ほとんど台湾料理でいけるんですよね、全般。いけますね。对，因为台湾好像最近很流行一个甜点，是不是？对，白糖桂。因为呢，其实有一部片叫做《想见你》，然后《想见你》那部戏播了之后呢，里面有个叫做白糖桂的东西就很红，所以今天制作单位就特别准备要给阿基拉来吃吃看，不晓得他有没有吃过白糖桂。白糖桂，我是没吃过啦。啊，现在高雄随便买哎。OK， 现在白糖桂已经来到现场了。哇，美味しい美味しい。本当に美味しい。本当にですか？はい。はい、谢谢。小虎一点。对对对。会盖掉，做的是瓦吉，做的是啥？抹抹吉，お餅，抹吉，有点像，像抹吉，抹吉，然后再吃别的口味吗？嗯，等一下，才第一口还没咬完，哇，误会了啦，哇，哎，拿林志玲，我被老公吃东西。見た目が天ぷら？
j a p a n e s e tempura。嗯，看起来像那个日本的天妇罗。天妇罗，哇，要嚼好久。你才知道，还给他第二块。苦涩的表情。嚼很久。どうぞ待って。噛み噛む。結構時間かかる。あの一口。美味しいですけど一口にあの苦労しますね。吃一口都要咬很久。这是台湾很复古的小吃，原本是白糖口味，其实就是去炸起来像马吉一样。然后呢，我们这次还多准备了三种口味，就是有面茶、黑糖跟花生，就是目标要让那个国民好友啊，国民好友吃个饱。哎，我是受到那个 B 2的指示哦。但你知道白糖桂它其实的那个产地最有名，我在南部，在台南，像志玲姐姐的家乡，妈妈的家乡在台南。对，在台南超级有名的就是这个。然后有一个摊，它都要排超久。有一年过年我回家去买，就想说原本想说只是想吃个下午茶点心，想说啊那排到我的时候就买个两块，殊不知我排了一个钟头，我就觉得很想整摊买下来，我就觉得就已经排到，就想要买超多，然后我买了两大袋回家，我爸就傻眼说：“啊，你买那么多干嘛？”所以这是志玲的那个家乡的特产。对对。所以志玲有介绍白糖桂给他吃吗？哇，でも初めて甘い台南は甘い食べ物がすごく多いので、それは知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は食べたの初めてかもしれませんね。志玲没有介绍给你。ない、ないですか？多分ないですね。就从小吃到大。僕は初めてですよね。我是第一，他是第一次吃到的。志玲ダメ。ダメ。这个你又赢了吗？不礼貌，不礼貌。之类的，之类的，谢谢。好，那既然我们现场有很多班底，然后都是不一样的风格的美女，要不要让那个阿基拉桑来评鉴一下，觉得台湾的女生怎么样？哦，我觉得班底可以每个人用一句简短的自我介绍，什么发现？简短的自我介绍，好不好？好。许博先，你可以说你是做什么的？你不要再谢，你不要谢，给我断线。那自我介绍，我的工作。世界一綺麗なお医者さん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哇，是不是世界第一美的医生？哎，你知道。你是哦？不是啊，不是医生，博士。哈卡塞，哈卡塞，哈卡塞，哈卡塞。所以他们调查过你们呢？哇，那他们的什么？是在医院吗？不是，这是博士。我在医院工作。他们的那个专长的领域是关于两性或者是性，两性还有男生的尿失禁跟性功能障碍。那阿基拉桑有没有？阿基拉桑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他？因为通常我们有大来宾的时候都可以免费咨询。こういう方面の問題とかあります。あ、もうパーフェクトできます。パーフェクトですね。How do we know? Show us. ダメ。ダメ。好来 ，Sabrina。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Sabrina です。哇，日本語上手。我有开泰拳馆。我也讲这个，泰国性格，那泰国性，所以 sporting 的，哇 ，sporting， 哇 ，boxing， 哇，すごい。所以这种型的会，啊，我是老板，我不会打，我不是教练。他没有教，但他会打。いやでも本当に boxing できそうなそのオーラを持ってますよね。看起来很像会打泰拳的人。看起来。最初何かそのスポーツとかやられてん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でオーナーだけ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就是看起来像很会打，就是做很多运动，但想不到还是老板。哦，其实他也是会打啊。对，我会打。你要动秀几招？哈，对他吗？你就对那对他，还是 she can play？ Yeah， do you want to try？ 哎呦，我要打！第一类接触了，很慢。OK， 全力。别这样。呀呀呀！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钱拿出来。好，下一个张琳。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リニです。はい。はい、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就这样。是做什么的？做 social media です。哦，觉得她外形可爱吗？啊，今あの Lisa さんに似てるって、Blackpink の Lisa さん、確かに似てますね。
觉得很像，很像 Lisa， 很像 Lisa 吗？你们 stop stop Lisa Lisa，、嗯、因为刚好听到有人说 Lisa，、嗯、所以他也觉得哎，好像 Lisa。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い。所以你跟他想要有什么互动吗？可以吗？可以啊。特技は何かあるんですか？他人那么好。SNS 那我就可以拥抱一下吗？因为他很崇拜那阿基拉桑，问说可不可以 ？OK。我的爱的抱抱，阿基亚桑，我当时梦 ，OK， 我不要这种的，我要这种的，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逼迫人家？你是林子健啊，我抱你老公，拍蛋，拍蛋，拍蛋，解答你啊 ，We are 什么 war 啊，什么什么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哦，没，我知道他们讲那个台词啊。他真的很好 Q， 所以你们可以听这种要求。好，然后来韩竹，嗯，私は六です。然后我是台湾声音最接近林志玲的主播。啊，声が一番接近に近い。要跟我翻译。啊，ちょっとなんかさ、アニメの声みたいな、ちょっと可愛い子供。就有点像卡通，很可爱的声音。没错，唐老鸭的声音。唐老鸭。確かに似てます、似てます。他的声音比较可爱，还是志玲的声音？可以的，志玲。志玲会。所以他在家都叫志玲什么？志玲のことどう呼んでるんですか？志玲は、志玲が昔こう家族からシャンリンリン、シャンリンリン、小さい小玲玲。小玲玲。志玲的小玲玲。是人的。是我们想的小玲玲吗？志玲的家人从小都叫她小玲玲，所以她就跟着叫小玲玲。小玲玲。小玲玲，那志玲在家里会跟阿基亚桑撒娇吗？啊，でもお互い甘えますよ。それはもちろんプライベートで。志玲撒娇。嗯？他也会跟志玲撒娇。お互い。哪一种撒娇？どういう感じで甘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は秘密ですね。お願い。甘え。一种就好，一种就好。一個だけ教えてください。眉头很深。なんだろう。需要我假装是志玲吗？需要我假装是志玲吗？不一定，也不会有。啊，原来一听懂翻译以后马上拒绝，不要。他有没有提醒那个阿基拉来上节目前要小心小 S 什么？哇，全然ないですね。本当はちょっと時間が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本当に志玲がなんかシャウエスさんに久々だったんで手紙書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忙しくて。書けなくて、本当によろしく言っといてねっていうふうにしか言われなかったですね。本来志玲说，因为很久没有跟 S 姐见面，她想要写一封信给你，但是结果呢？结果她太忙了，就没有时间写，就家里。小薇桑は就是没写吗？还是讲的跟什么一样？对，那个いつも聞くのは小薇桑。林志颖很喜欢来这一套了，装好人了。素敵な人です。ってずっと言われてたから、もう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よ。すごく。他因为志玲一直跟他说你其实人非常好，所以他就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本当に本当に心が優しい。心優しい。心里心肠。で、故意先扑他的眼神不诚恳。だけど、眼神不诚恳。あ、そうなんだ。シャウエスさんそういう方なんだと思って結婚式の時に来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よ。然后之后就是在婚礼上遇到了。对。でその時僕初めて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したらシャワエスさんがいやキラーって脱がせてこの人この人はどういう人なの？所以跟他当时的印象是不一样，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人，可是怎么来了突然是把他阿基拉？没有，坐在婚礼吗？因为在台南办婚礼嘛，那一开始第一场就是很严，就是很隆重，然后也是家长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很认真在，然后感受他们的爱，然后后来就有 after party， 他们就说你们可以回去换轻便的衣服，然后可以喝酒跳舞什么的，然后就真的回去换轻便的衣服，然后就喝酒，然后就微醺，然后就看到阿基拉桑，我就说阿基拉桑。然后就是这样上下，然后他的之后你说在婚礼的 after party 吗？他的之后就一直这样举我，然后一直这样夹。その時の写真あるんですけど、僕シャツだったんですよ。シャツがもうビリビリになってて、あ
那天的衬衫已经被撕开了。失礼哦！我跟那个有巴拉达，写信那个面的，基本上是有巴拉达。看照片是他看起来是很醉的状态，但其实他是被撕。因为志玲在旁边笑得很开心啊，一直这样啊 ，S， 一直这样子啊。で、あの日は本当に僕も嬉しかったんで、その家族と仲間と一緒にお酒飲んだんで、次の日ちょっと記憶が薄かったんですよ。那之后，因为后来他也很开心，喝了很多酒，所以他不太记得前一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写真を携帯の写真を見返したら、裸の僕がいるんで、これどう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って。他忘记了吗？我们中间有亲嘴。只有三人覚えてない。二人。あ、多分それはしてない。それだけ覚えてない。真的有的呢，亲我这边，这边。No no no, you kiss me here。もう次の日一生懸命思い出して、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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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が蘇って、あ。シャオエフさんに脱がされたってそれで気づいたんですよ。后来隔天很努力的回想，所以他也想起来是被你撕开的。你真的好失礼哦。没有，是林志玲鼓励我的，他一直说去啊，你去啊。也是吗？对，那今天蛮好，乖，对对。对啊，今天很开心啊。你想要对他做什么？因为我有看过全部的 GTO， 所以我想要他在表演。哦，你是他真正超级粉丝，对不对？那很久，我想要他再表演一次。哪一段？嗯，很帅的那种。对，他在里面是流氓学生，是不是？不是，他是里面的流氓教师。流氓教师。对。然后希望他，其实我觉得很厉害，不然他骂你好不好？好好好。Great teacher。いいですか？很凶的老师骂他，其实都 OK 的。那他的学生其实都是不良少年少女，所以你也是啊，你学识这么短，要不学。演技って結構その瞬間入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役作りして。いきなりやってって言われると、あれどんな感じだっけ？好了好了，就不带就不。那我在偷抽烟，他来把我的烟制止啦，这样总可以吧？因为他的都教的都是不良学生啊。对对，それをこう。ダメだよって。OK。然后グレートちゃんお兄塚。お兄塚先生。I will say action. OK。OK。超太猛了吧。Action。お兄塚先生。はい。浪费了吧？怎么抽烟？他怎么这样？这有什么好节省的？お兄塚先生，起来。この吸い方で。なかなか。怎么抽了？来了，跟你。重来，重来，真的。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你要看了啦。你要看我怎么抽？台上太美。要蹲着吗？不用啦，就是太。他叫什么什么形式？奥尼兹卡。奥尼兹卡，我来喊哦。And action. OK。オニズカ先生、オニズカ先生、どうですか？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で、なんで二人やってるんですか？なんでシャドウ？どうしてるんですか？オニズカ先生、オニズカ先生、どうなんですか？どうなんですか？我先觉，我是说我先示范给你看，你在演，我切断观众就好了啦。Three, two, one, and action！オニズカ先生、I love you。好炫技的告白！哦，亚美姐 ，I love you。MVP です。MVP。MVP。你是不是？因为你烟呢？哪有人这样抽烟的？好快！意识到最重要，就这女学生太走火入魔了，这样。你就是一个不会抽烟的。可爱。我今其实今天要访问阿基拉桑先生之前是有一点紧张，因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结果访问完之后，发现他超级可爱的。好亲民哦！
あ、本当ですか。はい。所以他其实是很能开玩笑的，是不是？はい、フリー、フリーですね。はい。Very free。はい。OK、来看下一个。はい、シューと申します。はい、前はテレビのニュースのキャスターに担当しました。10年くらい。日本で日本の天気キャスターに担当します。日本大好き。わあ、素晴らしい。もちろん、アキラさんも本当に大好きです。谢谢。はい。では今日楽しみです。所以你说的是什么？自行翻译。我说我之前在那个日本是有当天气主播，然后在台湾是那个新闻主播。今天很就是高兴，喜欢阿卡桑，然后也很喜欢日本，然后今天很期待这样子。你在日本当过天气主播？对对对对。所以你日文也非常好。我就是日文系出的学生。他有讲过吗？我有讲。你有讲过？我不重要。你记得吗？抱歉，我也不记得。你会？抱歉。通常我会记得，但我不记得他有讲过。希望跟 Akira 桑做些什么事吗？啊，播报天气。哎，他只来一次啊，搞不好。对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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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すいません、最近肌が痛いんですので、ちょっとマッサージでもなんでもいいですか？什么？什么？今天好诡异。你知道我肩膀吗？我肩膀有点痛。小坏蛋，你的小坏蛋。OK， 马赛，马赛。じゃあ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OK。アイコ、アイコ。本気のマッサージですよね。真的，真的。哦。很认真。哎，他手法很专业耶。对啊。すごい。舒服吗？眼神。哇。哇。认真按摩哎。天哪。結構やるんですよ。で自分の妻にもやっぱりこう子育てで大変だからやるんですけども、チーリン以外でやったのは初めてです。很常按摩，也很常帮姐姐按摩，因为志玲常抱小孩，肩膀会酸。然后，但她是第一次帮志玲以外的女生。はじめまして。私は宮城です。はい。I'm a hair designer。ヘアデザイン。哇。どうぞよろしく。对。就你有什么希望跟他问？好，我想摸他头发，那个需要整理花多久时间啊？那个发胶好吸引我，他都不会感觉，就是可以像那种暴走族那然后都不会掉的感觉。对啊，感觉头很硬哎。对啊，好想摸摸看，我可以摸摸看吗？我可以摸摸看。啊，真的。我还要坐着摸，没有，我想就是一个发，你知道发型师会有一个职业病，然后妹妹哎，很硬哎，もうあの絶対それ言うためにそれ言ったでしょ。为了讲很硬才来这里。头发很硬，头发硬，我怎么听得懂？硬，头发硬，好，还有一个地方，这里我想摸那发。摸一下手。哇，怎样？没有啊，就觉得很好摸啊，就觉得他这个人很 nice。他的手，他的手可能有点脏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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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比较正式的那个演出，要献给那个 Akira桑，有两段很精彩的表演，是向他向你致敬的，对，所以第一段表演是 OK， 第一段表演是张琳跟 Peg 带来的演出。张琳。
感动吗？感动。哇，他的舞步真的是跟你们跳的是一样的吗？同じステップ。あのちょっとアレンジしてくれて、多分あの自分たちのビデオを見て、自分たちで覚えてくださ、あの作ってくださ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他们应该是看他的 MV 然后去学习。所以这首歌是他几年前的歌。Paradox で何年前の曲ですか？わあ、去年一年前ぐらいですね。大概一年前。一年前。很新耶。那舞步应该还记得吧？まだ覚えてるよね。对。あのね、あんまり覚えてない。一緒に、一緒に、一緒に。Paradox、例えばチューチュートレインはあります？逆に。怎么像这样？下一首歌的话，なんか僕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のみんなでちょっとやり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れ見て、あの簡単なんでできるんですけども、ロールダンス。OK。如果有一首就是《Choo Choo Train》这首歌的话，他有一个大家一起旋转的舞，他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前の人についていくだけなんですけど、こうやって。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转。例えば、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これ、ト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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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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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みんなで。大丈夫です。後面。で、小林さん。え、人体蜈蚣。で。で、你先你先の順番にカウントで five six seven eight じゃんってこれずっとついていくと。ずっとずっと。音ないかな、チューチューと。有音乐吗？请问。有音乐，但是是另外一段很完整的演出，要再请他欣赏。哦，もう一個ある。もう一個。もう一個。もう一個。
ビッグすごい。アキラさん好きですか？わあ感動し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感動、谢谢。还有舞蹈有到位吗？いや僕は本当にだからシャウエイさんの番組はもう何が起こるかわからないって言ったんで台本読んでこなかったんで。さっきチューチュートレインやりましょうよなん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後にあるの本当に申し訳なくていっぱいだったんですね他有听说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会比较很 free 不照着剧本走所以他其实都没有去看那个剧本他想说 就直接来现场所以他刚刚就是他刚没有想到先跳了就是教大家跳那个 Choo Choo Train 的舞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会啊不会不会因为你知道 Choo Choo Train 也そうだしあとその後の Heads or Tails っていう楽曲の振り付けもすごく難しいんですけどコピーしてやってくれて那第一首第二首其实两首歌的舞蹈都是很难的然后他完全就是跳得很到位跳得非常好嘛可是他唱歌是不是很难听うまいちだったでしょってもう歌 perfect です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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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刚刚即使先教了我们 Choo Choo Train 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加深我们对 Choo Choo Train 这个歌的印象わあだからすごいですねロールダンス大体ロールダンスだけはみんなや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後も一緒に出てたダンサーの子たちは僕たちのダンススクールの EXPG の生徒なんですけども彼らも何年も訓練してああいうのをやってるんでもうすぐ見て覚えて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ね刚刚伴舞的两位刚好是我们舞蹈学校的两个学生哦真的对的所以他说他们跳了很多年才可以跳这么好然后想不到就拍摄课这么短时间他只练了一天而已哦没有啦三次练习哇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因为放浪兄弟里面都是又高又帅的他们跳那个就是 rolling 的那个动作跟像这种超级矮的男生跳起来会有什么差别吗没有就正常身高会不会就震撼力不够いやもうロールダンスの一番先頭が一番似合う人ですね很适合站在最前面就矮我永远不用等后面的人转到哪里那你就最 free 啊我要怎么转大到别人对不对そうそう自分のタイミングで行くさ一番格好つけられます可以是最帅的那一个人你可以照自己 tempo 虽然矮但最帅因为他可以就是爱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那他在家会想要跟志玲玩那个绕圈圈那招吗两个人可以玩吗できます映像見たりテレビとかで自分が出たりするとジリはもう一人でもやってくれてます他说只要志玲看到电视上有他在跳他会自己在家里跳真的吗就自己跟着他的舞蹈跳俏皮是要逼我说他卡哇伊吗哎呀好我后面这个要塞给你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夸奖他一下好啦我请他帮我转达志玲因为志玲现在我不知道他人在台湾还是在日本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其实内心很想念他对志玲も言ってました那志玲也说很想见你其实那他现在人在台北吗今台北你嗯います嗨那就来约啊じゃあ会いましょう OK那アキラさん未来就是还有什么计划吗？そうですね。まあこの放送は多分年明け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カウントダウンライブに台南とタウエンのやつに出て、で来年はまあ自分たちの中では台湾とかでもライブとかそういうのができたらい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は話してます。那有可能这个播出会是明年的播出，然后但今年跨年我们其实在桃园跟台南有两场的跨年活动，然后明年也很希望可以跟所有团员一起来到台湾办演唱会。很期待，很期待。所以明年全团会一起来开演唱会。来年はそうですね、みんな台湾に連れてきたいですね。はい。希望可以带所有人来。那可以所有的人一起上我们节目吗？哇，もうぜひその機会があったら、はい。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你们以为只有女生爱漂亮吗？现在男生爱起漂亮来真的非常的惊人。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我好像是自己就蛮是的，因为我的那个有时候出去玩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三天两夜，有时候反而是女生跟我借化妆水跟乳液。但是我会带着。我说的不只是这种哦，不是保养型的，我说的是到医美甚至到整形。我目前就打雷射。哦，你有打雷射？有打过。对。我们现在目前对面有三位背对我们的男性，是，他们都是整形鬼，鬼吗？还严重吗？难过。我还想说我们的标题蛮漂亮，精致男孩。哦，精致男孩啊！怎么还没转过来变整形鬼？有一位长者，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为
什么要这样子吗？对，我们现在就是看比较不惊人的，好不好？好，应该是中间这位吧。嗯，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精致男孩吗？是精致男孩。好，中间那位请转过来。哇！精致爸爸，精致爸爸，大家好。你上次来我们节目就长这样啊？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不知道我以前有做过某种整形。我知道你有割双眼皮啊。割双眼皮的。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误会这个通告。什么意思？他当时跟我说啊，嘉佑哥你来哈，我们会有三位精致男孩，然后他们对整形都非常的这个，对美的要求很严格，很想要追求美，所以你就已经过来，你割过双眼皮嘛，来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我说好啊好啊，来，我来哦，您就是精致男孩。是吗？又骗了吗？这个跟我蕊的不太一样哎。我们节目为什么一说话？但是我来以后，看到我旁边这位，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不会是焦点的。而且因为其实你早就已经割了双眼皮了，对对对对，你是割了两次嘛，对不对？对，我是第一次是用缝，第二次是割，但也是一个心路历程啊，对。嗯，他上下都割了。那下下的皮，下面。那位长者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耳熟，我很期待他转过来的样子。那先请那个伟文哥坐下来好了。那最后面黑色 T 恤那位，我实在看不出他是谁耶。黑绿色，哎，有遇过没有遇过？有遇过。有遇过？在哪边？以前康熙啊，有遇过，但很久很多年了。所以那时候上康熙的时候，你是原本的脸吗？不是现在的脸。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现在转过来，我认不出你是谁。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陌生。OK， 好，那就麻烦三号先生请转过来。卡古，哎，恩姐，大家好，是卡古是吧？是。卡古以前是长这样吗？这以前的照片。哇。所以你插在哪？有啦，有啦，鼻子有，鼻子不一样。然后其他就是下巴也不太一样，然后眼睛也不一样。有吗？鼻翼有比较缩的，有缩鼻翼。你是整形专家，你可以就鼻翼一看就缩过啊，缩鼻翼，然后还有嘞，然后下巴有弄短一点点，对不对？还是下巴其实是比较失败的，因为他做了几次手术，真的有弄下巴。就是弄状态现在比较不好，所以下巴你是希望弄长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是听那个医生建议，他就是说，哎，你可以这样会脸会比较，就弄完之后整个很像锥子，然后。结果像小钟哥看我说，哎，卡古，你如果不要跌倒，你跌倒的话，你那个地板会凹一个洞，就太尖了，就很尖，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所以你现在是自然的下巴，自然的下巴，眼睛其实也自然，其实现在还留着就是鼻子而已。哦，牙齿应该有改，牙齿有，因为我其实比较糟糕是牙齿的部分，对，牙齿是戴牙套还是？戴牙套，就戴那个隐适美这样的。OK， 对对，因为网友常常讲说，卡古为什么要浪费钱去整形？他最该整是牙齿啊。但事实上都有在做了，所以你对于现在的样子满意吗？就还 OK， 还可以，还不错啦，至少鼻子还蛮挺的，而且牙齿也整齐。对对，其实我对这个通告也是有错误的认知，这样。什么什么？怎么样？就是我想说，哎，精致男孩，我想说，嗯，其实我弄完，严格来讲，我也没有觉得我真的太精致，对，但是就是说。就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自己如果来整完之后自己的心理的感想跟心路历程。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这集是要探讨整形鬼到底在想什么，谁会来？当然是取一个漂亮的名字啊，精致男孩啊。对对，但是有，我觉得有可能比以前好看一点，对吧？鼻子有挺一点，有你有劲。好，你先坐，我们等一下好好聊聊你的心路历程。好 ，OK， 谢谢。再聊，朋友们，脚很酸。朋友们，拜托，请好好抓紧你们那个椅子的手把，抓好了，我怕你们会吓到。这位真的是，我真的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人生一定经历过什么事情，导致他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先生。哇！董哥好，欢迎董哥。凡是呢红的啊，压轴的啊，都是呢比较啊，不好意思啊，哎对，红是红，正在红。没有，是因为你的脸最惊人，我才把你放在最后。不眠不绝，请用老邪针。
想不想？这是郭富城，这是郭富城，谁啊？还是李富城？我李富城呗，郭富城。你觉得自己像郭富城？我是拿张照片给那个，你看呐、啊，哎，这样会不会有反效果啊？是在讲出名字吗？这家有说服力吧？飞萍，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他的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出了什么问题？有做过什么？有改变？有改变过？变帅了。回春了，变年轻了，啊！我跟他一块，昨天还在拍戏呢。我现在拍那个《机智校园生活》，就 TVBS 八连档，我演校长。嗯。演一段时间，突然大家觉得说，校长太年轻了，应该让他演家长。哇！哦。后来他一回国来，是谁那么爱说谎？他想演我女婿。后来摄影师说，拍不下去了。啊、他比较像你岳父。我们才听不下去。我们可不可以邀那位摄影师来节目？不能不能有人解惑，我到底现在该演什么？还是要？我觉得你可以演门神，门神、武神之类的。我该演学生呢，我去演。演就是庙口的庙门口的那种师师生。畜生啊！对对对。不是，董哥，你是鼻子？我整个头、整个脸都是动过的。你说连头皮吗？我是台湾第一个艺人去植发的。植发，后来都知道吧？有，我知道。那时候机器刚进来的时候，就拿我去当白老鼠了。后来植成功之后，我再介绍许孝顺、张兆志、阿虎、黄仲坤，詹老师，詹伟忠詹老师、唐崇盛。哎，我就把所有秃头的人讲了。对、啊。我正想问你，我正想问你说，原来黄仲坤是植发哦。我还有好几个，没有，有人就植胡子，有人植胸毛。哦。像虫虫他就植胡子。谁植胸毛？黄仲坤大哥。哇，他胸毛是假的？真的，是你说的、啊。你没有你说的。说啊。没就你说的。我是说他有植啊，嗯。有植胸毛吗？对对对。我牙齿也是植的，只是还没植的是晶片，啊！你怕走丢是不是？因为你的主人会很伤心，松狮狗怎么不见了？我的松狮呢？你花了这么多钱，不能走丢啊！很值钱。董哥请坐。嗯，欢迎董哥。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研究出来，董哥是眉毛是雾的嘛？是的。是鼻子，然后鼻梁吧。鼻子打了那个玻尿酸，所以你不是。然后还有拉提。所以刚做好的时候呢，很像海绵宝宝里面的章鱼哥。哦，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哦，章鱼哥，你好，章鱼哦，好像那个脸上挂一个生殖器，就是很垂就对了，哎、非常垂，然后又大又大啊，就一根，然后又大这样。因为我不懂，因为你的鼻子现在还是偏大鼻头啊，嗯，你要的不是应该要缩鼻子吗？可是有人喜欢从男孩的鼻子去看。想象他的另外一个地方。哦，有人说男生的鼻子大，那个就大，那个就大啊。可是因为我现在看你的鼻子，因为我离婚了嘛，所以这个蛮具有号召力的。我觉得没有号召力。没，嗯，不是因为我现在看你的鼻子，便宜。然后我在看卡骨，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的还蛮精致的。哎，我突然有自信了耶。就是因为你的，毕竟就是我懂你要干嘛，就是你要做的挺跟细细的。那董哥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凹凸不平然后又大的？因为董哥只是打玻尿酸，便宜嘛，我就想便宜。你连发都直了。我做这个是在修指甲的时候，那个越南人说他可以把我鼻子打大。用拳头打？你说是做指甲越南人帮你注射的？对。真的假的？你不相信吧？你不相信吧？你是要拿鼻子开玩笑、哦？因为我常去，我上 VIP 就是手指甲跟脚指甲，最后的呢回馈我的是鼻子。问题是他们后来害了我的，也是这家店。不是因为玻尿酸不是随便都可以拿到、啊。对，因为鼻子曾经有人打鼻梁打到瞎掉，对、啊、对，因为他的周围的神经，因为他是看我的三根整个是凹进去的，后来他就把我三根打起来之后，再处理这个。鼻头，他还帮你处理鼻头，对，怎么处理？直接打，就去一些什么，粉刺啊，黑头，哦，是这种处理啊，没有啦，原来是清洁的处理，这里是可以放线进去的，然后拉，往上拉，都是那个越南人帮你弄的吗？对对对对对，他有执照吗？我不知道，当下不知道被捕了没有，我不知道啊。
不是打不行，我再去看，那就没，那就没有啦。你如果真的很想让自己变帅，你怎么可以随便拿自己的鼻子开玩笑？不是，我就那晚上喝多了，喝多了。我有点分不清楚，这个我讲真的还是假的？我想，你以上的故事是真实的吗？女为舍己者容，士为知己者而死。要让自己好看，这艺人的这个职业道德吧。可是你怎么会乱相信一个就是做美甲的人帮你弄呢？因为他把他过去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所有执照从抽屉拿给我看，跟我讲不要跟人家讲，我在越南做这个很有名的。董哥，你在演艺圈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容易被骗啊？你不知道演艺圈最容易被骗的人就是我吧？那你现在好，你现在是满意吗？你的样子不满，但不满意。你还想要弄？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啊。鼻子吗？所以现在如果让我做的话，选择做的话，因为我眼睛也割过了。啊，然后你眼睛有割过？你眼睛很大哎。哎呦，我眼睛一直很垂很抛嘛。哦。后来我就切了0.5公分，所以呢眼睛变得比较有精神，整个就要往上拉了。那这样闭眼的时候不会留一点点缝隙吗？我本来还想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割个双眼皮，他不行，董先生，你眼睛已经大得跟牛一样了，再割双眼皮的话呢，就跟鱼一样，根本。眼皮盖不起来了，所以那个眼皮的手术是什么时候动的？是半年前。半年前。对，他真的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怎么看眼皮越来越垂，越来越垂嘛。对对对对。最后你会从16:9看到变成，哇18:1而已。所以那时候你就该，你那时候就应该把它割起来一点，要不然就像舞台剧一样，要谢幕了。我知道那个幕就越，你的幕就越垂越垂。对。你就只能看到下面那个胶胶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手术我去做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从出道以来就不是以帅哥的形象红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慢慢年纪大之后，会不爱看电视里面的自己，或者不爱照镜子，因为你知道，你那么年轻的，我们艺人最怕人家把你年轻时候的节目拿出来看。我相信你们的 LINE 里面一定有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刚出道或者跟胡瓜在一起的时候，好瘦啊。然后那时候呢，可是脸没变啊，那时候也变了，没什么差啊。就胖瘦胖瘦，对，但是问题是光要瘦下来就很难了。那为什么不减肥啊，反而要去弄鼻子呢？对，我也在想，因为你减肥就好了。对啊，你整个人，你整个人方向很怪，你知不知道？反而花那么多钱。对啊，没有，减肥困难，但是整容快。快，整容是最快速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可是效果不见得是好的。你说，打了麻药，对，一起来的时候，睡一觉就变漂亮。睡一觉起来会上瘾，整个人都变会上瘾。嗯，基本上走上医美就是不规律啦。真的，你的。肉不敢去，我真的还能整完，想象董志成刚刚说这句话，你整完有桃花吗？啊，你整完，整完就离婚了啊？是整完才离的婚吗？对，整完才离的婚，是因为你太太受不了你的外形变这样吗？不是，我太太不希望我整形，真的是因为这个吵架。爱的是原来的我，不是章鱼哥啊。虽然我本来那个地方就很像章鱼哥了啊，没有想。那我这种整了形之后呢，鼻子是最像章鱼哥的。所以董哥讲真的啦，你离婚是因为你们俩对这个东西意见不合吗？也没有，就是说，离婚之后，我更能够有去自主权，去 be myself， 做我自己，想要，甚至我决定我可以要做哪边做哪边啊。所以在婚姻当中，他控制你不准做任何东西。但他也什么都做了。啊，女人就这样子，她可以做10000件事情，老公做不了10件事情，她都有理由把你反驳掉。我们现在聊的是医美哦，我们要聊医美，聊点有来的好不好啊？好了，我要知道你们哪里医的，怎么医的这样子。当时跟我蕊的人说，哎，不用担心，我们随便讲讲就好，董哥会讲所有的内容这样。我是抱这个心态来看董哥讲故事的。他昨天刚加入我们剧组，演我女婿啊。他真的演你女婿吗？是啊，对。所以摄影师根本就没有发脾气吧？应该是导演没发脾气，也忍住了。
怎么找个这么老的人当我女婿啊？我不再像他女婿吧？现在我觉得我整完之后，整完之后还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心态，就你很有自信心。他不自信，我觉得你会不会自信过剩？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跟你沟通哎。自爱，先自爱，先自恋，自爱，然后呢再。崩掉。总哥，你有觉得你植完发，然后弄完之后工作会觉得现在荧光幕前更爱自己？因为你说要先自爱啊，自信。现在我就比较喜欢看自己的电视。真的哦。真的。可是总哥，你看一下卡虎的鼻子，你喜不喜欢？我更喜欢他的人。啊？什么啦？哎。这个鼻子。我的背有点发凉。你背也湿了，对不对？我怎么老看你都眼睛闭着？你眼睛可以打开吗？刘海的关系吧。刘海要有。太长了。不错，这个鼻子不错。这个鼻子我就懂，就是他问你的好，他的好。他这个我没有做啊，比较好。这个真的比较好。现在挑款式吗？这个记起来。我想问你哪家做的？没有。你哪家？是越南的吗？叫雅思，也是越南的。不是越南，那个是因为节目了，叫软柿胶啊，软雅思啊，没有啦，就叫雅思，软丝脚啊，叫能洗呀。我比较想看董月华。韩武，你那时候用的是因为节目啦，对，我是因为节目啦，因为那时候大改造，那时候就是学刘德华的时候，那时候有上一个假鼻子这样，所以那时候评价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宪哥蛮喜欢的。对，所以他就有说什么，哎，你就长得丑丑的，怎么装个假鼻子，怎么还有点像这样的。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上了几次整形的咨询的节目。然后在，所以是制作单位出钱让你去整形。对，就完全不用花钱。哇，对。所以你整了多久？几次？就那么一次而已。所以一次弄了三个。只有。所以我对于医美其实我真的不了解，我也就是后来过程才了解说术业有专攻，你要找很专业的。所以。一次弄完之后，其实老实讲，就是会现在只剩鼻子，就是没有弄得太好。所以你一次是同一个医生是不是？对，就是鼻子跟下巴。下巴，然后还有眼睛。但是我眼睛我自己我本来就有双眼皮，然后那医生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再什么提眼睑肌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提什么？提眼睑肌。眼睑肌。哦，就是把这边弄起来是。对。但那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说医生说什么，我相信他的专业。然后所以后来一弄完就像这样，然后眼皮就刚弄完对不对？我记得这其实弄完也那时候有一阵子了，然后就看起来很没有精神这样子，然后现在眼轴就变得很厚。然后我去上，我记得有一次上饥饿吧，然后仁甫哥说，哎，卡古你怎么是都没睡好是不是？就没有，其实我睡很饱。是你吗？没有，这是以前的样子。哇，怎么好像那个从柬埔寨抓回来那几个？对，然后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后来因为眼睛真的开始心里真的比较心里感觉不是太好的时候，就是不太那时候那一段时间不太敢照镜子，然后就有个制作人看我都郁郁寡欢，所以他就带我去找一个很厉害专门在修复眼睛的，然后这个是在修复之前拍的照片。所以你那个郁郁寡欢就觉得自己的眼睛很无神，是不是？对，很无神，而且就是看着就觉得样子就是不对劲。对，然后就是做之前，然后我后来做完之后，因为那个医生。他我全部里面手术有花钱的就是这个修复手术，然后他很贵，然后他也很专业，就是可能全台北市是前好像第二名的。多贵？好像光修他开价是开30万。哇，一颗吗？就是把我眼睛给就是左右平衡。嗯，我懂。对，然后把你本来是做坏了嘛，是不是？应该是。哎，你做完那个嘴巴都闭起来嘞。哎，没有，因为右边那个是一做完的时候就拍照，所以看起来脸很肿。你不打字幕，我也是王仁甫嘞，也蛮像的。你说右边那个对不对？左边像 M 啊，左边就是那个那时候一做那个要做修复手术。你左边是故意摆出那个表情是不是？其实没有，就是放松而已。那你也可以微笑的放松啊，你干嘛故意要摆出这种表情？但是其实是主要是要看眼皮啦，就所以讲放松的眼睛。对啊，放松的眼睛这样子。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但修复的医生会贵，是因为他除了承担你没弄好的风险，除外他
应该是修复的过程需要很久，因为像我有客人，她也是就是一个妹妹，本来长得超漂亮，很秀气，然后也很有气质，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医生的建议，她就整个换脸。因为医生就说我们开眼头，眼头开完再眼尾开完，可是当开完你的五官就位置不对了，那我们鼻子再弄起来，弄起来之后又发现好像哪里又下巴又太短，然后又帮她拉皮，总之是全部换一张，好可怕。对，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听那个医生说？而且就一进去，因为他已经也算有点像，总共花多少钱？知道？超多钱，但没关系，上百万要。然后他就是一躺起来之后，其实过程他真的没办法接受他自己，可是他就说服自己，我会好的，我会好的。结果真的有失败的地方，就一口气弄太多了，很多位置都不太对。所以现在呢？不太，我觉得我喜欢以前的他，但因为我们不能讲。现在的样子是怪的吗？对，我觉得眼睛有一点过头，是变成像滨崎步那样吗？哎，滨崎步算漂亮不是吗？就是说他的眼睛的那种形状。对，然后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有重点是他的那个比例，我觉得反而更怪，因为下巴也加，然后皮也拉。就才二十几岁拉什么皮？对啊，对，但他说的是，因为医生说，因为你哪里很多地方都放大了，也立体了，所以你位置就会全部都跑不对，对对对，所以必须再把皮最后再拉回来。可是长得就是，医生还有一个逃脱不负责任的说法，你不要看现在啊，现在是因为刚做好你不习惯，看久了就你就习惯了。结果你自己看习惯了，对，你周遭的人看着都不习惯，不习惯，真的不习惯，他在催眠你。洗脑，现在有没有开始渐渐有人说你帅？帅不敢讲，年轻，你可以从这脸看出来我已经56岁了吗？可以啊。我那个胸肌啊，你的球棒，球棒，这又很难看出来。懂个先不要，懂个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不是，不然还亏我跟你姐姐那么熟啊啊！山菜的爸爸，我姐姐真的耶，我姐很爱你，好不好？她如果知道你现在变这样，她就会。我打这个什么那个讯息给她，她都还会回讯息给我呢。因为她很爱你啊。我只比那个库隆慢一步而已。姐姐，去妓院，我要是手脚快一点，搞不好你还叫姐夫了。有没有休息？太恶了！面条，你跟我妈还差不多，你跟我姐，我要吐了啦。你妈跟我妈同一个狮子会的啊？真的，我妈也说你很孝顺。对，你妈叫黄美，黄秀，黄春梅，黄春梅，我妈叫黄春满。差一个字，哎，不过董哥，你是最近才开始又重新开始演戏吗？对，你之前在忙什么？因为你也是好久没看到你。我去了北京，我去北漂3年啊。三年，过得好吗？那回来有2年再离婚啊。离婚离了2年啊，因为他一年半，一直不可就是离不成，是不是？谈不拢。For some reason， 就为了某些彼此上面的共识。鼻子上面的共识，鼻子上面的共识。他叫我不要再打鼻子，不要再找那个越南，又讲回鼻子，越南那个软柿胶，哎，你都是鼻子，怎么聊的？不要找软柿胶。所以北漂那3年过得好吗？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突破。那至于你说有没有赚到很多钱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绝对不会是像陈晓啊。或者说像黄晓明这种男一嘛，我都是，我古装只演过2-3部了，其他的10部我大概都演现代，现在我大概都是女主角的爸爸，所以我叫国民老爸爸，我在演艺圈演过太多武将学人爸爸了，我演过山菜的爸爸，我演过林志颖的舅舅，也就刘和尚的爸爸，然后也演过杨丞琳爸爸，演过陈乔恩的爸爸。演过任容萱的爸爸 ，Selina 的爸爸，还演过那个谁啊？我最起码算了一下，大概有8-9个人的爸爸，还有包括大陆，你看腾讯很多戏里面也是爸爸，我也都是爸爸。那现在弄完会以后角色可以不一样啦，变年轻啦，可以演。我觉得我现在我变小生了，我觉得我现在诠释。你可以演叔叔了吧？叔叔可不可以？演叔叔可不可以？辈分差不多。叔叔不重要。就是叔叔的角色，叔叔戏不多吧？叔叔，就像这演女婿，他戏有多少？他不过就是来蹭个。
我是校长哎，一校之长哎啊。所以你戏份很少。他在戏里面叫校长，试一下你叫我爸爸。是是 是, 是, 是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蒋伟文，你在戏里面真的戏很少吗？我才刚加入，因为他是校园戏嘛，所以我们是演家长，所以主戏不会在我们身上嘛，一定是学生跟教老师嘛。对对对，学生教导应该不会。我的主任就是郑婉婷嘛，米兰达啊。哦。所以我跟他戏，我很多戏跟他在一起。所以如果是校园片的话，你又演校长，代表是你的角色就是很重啊。嗯，对啊。对啊，一校不可无长嘛。对啊。对不对？就一家不可无父亲一样嘛。所以不会，该不会整出戏你是男主角吧？没有，差远了，差远了。学生片还是你？吓到！你根本一集也没看过，好不好？陈哥，你想要再挑战什么不同的角色？你觉得现在开始除了爸爸跟校长，你看不出来吗？法国的大鼻子情人。哦 ，Bobby。Don't tell me， 你想要演感情戏？希望能够演有那个的，有亲到、啵到、有亲热，哎，有个床戏，床戏也可以，床戏我演了十多年了，就躺在病床上，让人家来看，然后呢，家里来，那我就带着我媳妇就会来看病，女儿来看病，爸爸爸爸啊，好嘛，好演好演，所以你床戏演多了嘛？床戏我演很多了，都在病，然后我为什么要演病床？他演之前就先塞个红包给你，哦，啊，没好事儿，不是演死人就演病床，真的 ，OK， 或者一个遗像挂在那里啊，然后来到拜拜，先塞个红包在口袋里。你在北漂的时候是不是演了很多这种戏啊？所以没赚很多钱。你管我？你不能聊了。你这个口吻就很像我太太的口吻，瞧不起你的口吻吗？嗯，没有，我很尊敬。觉得我没有在影视史上。大放异彩啊，没差，因为你在我们心目中，我跟我姐心目中，你就是最厉害的那个喜剧演员的爸爸。真的吗？喜剧演员的爸爸，最厉害的喜剧演员的爸爸。因为大 S 说，大 S 说他真的从来没有拍戏这么开心过。他说，因为董哥实在是太好笑了，然后就演爸爸演的又生动，然后现场就是神来一笔，然后就是加一个什么剧，然后大家都笑成一团。所以他到现在都还会回味这些，所以你是片场的开心果。对，可以这么说。我希望拍戏的时候大家是开开心心的，不是好像垂头丧气，好像只是为了五斗米啊，就是为了钱来拍戏，那不是能够把你的兴趣跟工作啊乐趣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工作才是好玩的。董哥，那你现在有感情生活吗？目前没有。没有喜欢的人，两年了，有喜欢人，有喜欢的人，是哪一类型的？像林志玲那类型的。你讲林志玲只是想气我是不是？嗯，就是我很怕讲到比较感性的，大家觉得我好像不是这样的人，而我是让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的婚姻走了22年，嗯，我太太为我做了5次的试管，生了个小孩，嗯，你觉得这样子的22年一路走来，从零。到有，啊，那我会很快的走出这段婚姻吗？那我就不是人了。对，嗯，才不过2年时间而已。那当然，我也不会去排斥说，万一遇到很有缘分的，可以做个老来伴或者第二春的，那这个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嗯，只是目前，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把一些记忆啊，尽量把它忘掉。所以我借由工作。啊，努力工作或者努力的玩乐也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去想，这个一路走来的22年，嗯，这个婚姻22年来讲变化是很大的，超大啊，从有激情、爱情，到后来变成，我们是孩子爸妈的时候，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然后再是友情，又是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说，可以谈心，到现在我们是小孩爸爸妈妈的。小孩的这个监护人，可是你有没有觉得离了婚之后，两个人感情反而变得比之前好一点？可能之前会吵架或什么的，然后现在就变得冷静下来。因为他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他，啊，距离是可以塑造出一些美感来的，而不是像夫妻每天在黏在一起，尤其防疫期间，因为呢每天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啊。你是不是要喝杯水？越干净，没有听出来。我快要听不懂你说什么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个节目，
已经有人哑成这样子，然后讲了40，得了，喝个水，喝个水。然后45分钟，45分钟差不多说要不要喝水，然后还喝卡古喝过的。我快渴死了，你知道吗？那你干嘛不讲啊？越讲越干呢，越气又没了。我就想说好干，好干。我就讲晚上只要买瓶清酒就好了。也不用一夜干了，我就整个都干了，还一夜干了，马上干。因为很常遇到那种就是整形整很多的男生吗？有哎、欸、有哎、欸。可是你们会抗拒吗？不会，可是我们遇到最多的，我自己遇到最多是植发，嗯，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是植发，然后还有我前男友他没有整形，可是他常常会，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丑很丑胖子。然后他丑到就是他觉得他以前遇到的女生都会哎呀好恶心，他从小到大都是被排挤。山猪啊？不是不是。结果后来他长大，因为我跟他认识都是大学，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长得很像颜爵，跟孙协志的那一种感觉，就是瘦瘦然后又帅帅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以前脸很大，他是自己一直压颧骨，他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怎么可能靠压的？我说真的，他自己跟我讲，他说他就是压到会这样。没关系，我这我这就可以讲啊。不是，不要那么靠压。我们的水，我看，哎，你们要三杯都喝啊。他真的很渴，他真的很渴了。就有这么干吗？他回血之后会再讲。太渴了吧，狗哥。你没听到跟后面那个声音简直带刺了。对。好。接下来聊聊吧。哎，我们真的太失礼了耶。哎，接下来聊聊吧。把你渴成这样子。好，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压，然后他都会压到他自己这样颤抖，然后他就，可是说真的，他跟以前完全就是脸变。你说他是脸是压出来的？对，因为他可能青春期，他从可能国中开始压，然后一直压一直压压。你不要这样会误导很多人哦。没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反正他跟你的讲法是他压出来的，对，他跟我这样说，然后他自己看起来就是变窄一号，应该是有减肥或什么的，对，他包括他减肥。我有男生的就是朋友，他就是因为他整形，他去隆鼻之后他业绩变大，他是服务业，然后我觉得他爆短原因当然除了可能自己本身技术不错，因为他还是发型师，但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散发，由内而外，他在跟顾客咨询沟通建议发型的时候，他就会活像人家觉得他像一个欧巴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整形，如果你是觉得真的是好的，然后自己喜欢，我觉得就是非常，而且要挑好的好医生，对对对，因为你同一个发型用在不同人的脸身上，就是会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弄好，然后同一个发型就会让人家很想要变成他，对，他鼻子整个起来就超级像，因为像韩国男生整形也很频繁，而且我的一些医美朋友他都告诉我，现在来的比例其实男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韩国这样，他原本是那种，就是他原本其实讲的是韩国欧巴那种类型，是白白瘦瘦，然后单眼皮，哦，那很帅啊。对，我觉得很好看，很可爱。然后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自己很不满意，他觉得他眼睛真的太小，根本是同一个。他觉得他眼睛真的太小，然后他就去把它弄成双眼皮。Oh my god！ 我就开始觉得他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后来他要去打玻尿酸隆鼻，之外就还把自己练成一个肌肉棒子，就是整个从一个完全就变成不同的另外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因为这样对自己有自信，是好是好事啊。我就讲我嗯，水那个水桶好不好？再一点，再一点，再一点，没事没事。两年没上节目，两年没上节目。我觉得做眼睛我真的蛮有切身，我还是要讲一下花瓣，等下不沟通浪费。对对对，真的只有600。对对对，因为今天刚刚比挣出来，挣出来1000，挣出来1000，增加多少？接下来50分钟我跟你讲啊。刚刚 LB 讲到说，他认识一个男生，以前单眼皮，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对自己眼睛不够有自信，就割了双眼皮这样。基本上的感觉就在讲我的故事吧，因为我以前我带一个我以前的照片给大家看，就是我以前单眼皮的时候，就这个是很帅耶，很帅，完全不同的气质，好帅哦，老港片的那种，就是什么，是这个是我，好帅耶，眼睛很小，你是有一点像李荣浩哎，对，是玄彬，韩剧男主角啊，很 man 哎，你们这样对我来说是第三次伤害，因为回不去，对，龙六边的主角三次，不是真的。帅哦！要是我看的剧，我一定会爱上你。就像玄彬，人就是这样子，在不同的年代，你可以变回去吗？双眼皮可以变回单眼皮吗？不要再伤害我，不行，做到。对，我也没办法，而且我自己也习惯这样。我当时就这个眼睛，然后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们全家都双眼皮，然后我从小呢，因为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没有人不是没有人是单眼皮，
所以我爸从小就喜欢开一个玩笑说啊，你不知道从哪捡来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大眼睛，你是这个小眼睛，而且还是斜视？你应该是全家最帅的啊，好有型哦。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弟每天在学校就接到很多女生的那种情书啦，什么巧克力啊、小礼物啊，对，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单眼皮，对，而且大家都觉得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是坏坏的，好像感觉是我应该去追女生，或者我应该有够野的，好想被他抓住，掐脖子。所以后来我就去，后来我就遇，因为我那时候在做模特，然后我遇到另外一个模特，她眼睛就是很大很漂亮，然后我说哇，你真的很羡慕你这个眼睛，怎么你妈把你生真好？她就突然拿出她身份证给我看，她以前的眼睛跟我一模一样，也是那种细细小小，哇。你眼睛怎么变这样子的？那是伤残手册，对不对啊？不是，他说他去台南盐水镇做的双眼皮，然后我想说哇，可以，而且他的很自然，就是跟天生的一样。我说哇，这么棒！我说台南盐水镇我这辈子没去过，而且只要五千块。不是、啊，你参加过风炮就有啦、啊。对啊，炸到眼睛，炸到眼睛，那个会受伤。对，会失明啦。三眼皮也有啊，四眼皮，而且只要五千块，我就去盐水做。我说盐水家里是的医生用缝的，对不对？对，我还是当初还蛮担心。我说盐水我没去过，又感染了。我说我去了那个地址，我会不会找不到这个诊所，或是这个？有可能乡下地方、啊、没有，一下车就看到，因为整条街就有那种平房两层楼的屋子，然后就一间屋子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眼睛的图案啊，对，就是到里面去做金哥啊。金缝包包包那一种皮包，眼睛的包皮的、嗯，所以那次是成功的。那次成功是缝的，对、啊，缝的只有3点，而且没有什么恢复期，一下就好遗憾。那可以维持多久？对，有一张是我缝好，其实我差不多，有一张是我缝好的，所以这张是刚缝好的。可是现在放大，哇塞，已经变了，没有那个味道了。没有味道，帅，但眼神其实我觉得锐利不一样。我蛮满意当时，没有这个就是不是你走开了你，我多久？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